三到台湾，台湾有个阿里山，而阿里山有个地方，云霞瑰丽，夜景琉璃光，景致吸引大批摄影爱好者，器材一字排开，轻松堆砌出千万步道。而就在距离云海不远的地方，则是另一种美景，高科技厂房改变传统产业面貌，以人造的云雾把食物种得厚肥甜美，闪闪动人。我们从阿里山公路进入山区，踏上传说中的千万步道，云雾就在身旁翻腾涌动，滋养着散放清香的茶园。在这个传统的农业山村里，同样有位改变传统面貌的返乡青年，他打造的欧风小屋连欧洲人都称赞。穿破云霞，透过大片玻璃窗的阳光洒在餐桌上，让美味早餐更添元气。在窗外的庭园花草陪伴下，啜饮咖啡，美好的山居清晨就应该这么奢侈的慢慢度过。这里是阿里山前山的云雾故乡，返乡青年打造的甜蜜家园，配上云瀑、雾海、琉璃光美景，这是充满人情味、有许多故事的山村故乡。拥有这些千万步道上的千万摄影器材，已经不值得一顾。省道台十八线这条路既是新中横公路，也是阿里山公路。三十几年前开辟的时候，还打算横越中央山脉到花莲。人们走上这条公路，往往直上森林游乐区。其实公路两侧有几个有意思的聚落，它们不太有观光色彩，保留着传统山村直朴的风情。有机会停下来，你会看到很不一样的阿里山。到了，我们现在到达的是阿里山公路53.2K 的地方哦。阿里山公路从中埔乡一路向西哦，就开始往上爬。那尤其过了龙美以后呢，它的爬升的速率是非常的大，所以现在这边海拔已经超过1100公尺了，所以气候是非常的凉爽，非常的舒服哦。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，就是云之乡细顶。那一般走阿里山公路去玩的话，大部分就是直接往上到阿里山森林游乐区了。其实阿里山公路从平地开始，就有许多的点可以停留欣赏。林务局在出口的自然教育中心、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都有游客中心，可以走一走、逛一逛，然后往上爬。沿途经过龙美到细顶，都是值得停留下来的。那我今天要推荐大家来细顶玩哦。那首先我们就要走一条步道，景观非常好的步道，就是二延平步道哦。这条步道的距离不会太长，可是非常的美，尤其这边的云海云瀑。那如果走到下午的话，可以看到夕阳云海。那我们今天跟阿管处的志工约好了，赶快跟他们碰面，走二延平步道。志工已经到了，哎 ，Hello， 哎，早早早，早早，哇，秀丽嘛哈。对对对，哎，刘大哥，哎，你好你好，哇，刘大哥，好久不见了，对对对，哇，今天怎么会是出现了？刚好来这里爬山了，爬山呢、啊，哇，就一起啊。这个如果看 MID 台湾这节目的话，我们之前有去顶笨仔拍摄啊，是的，去拍那个飞鼠，哦，这是刘大哥他们就帮我们介绍的哦，所以有机会去顶笨仔可以看到那个飞鼠，哎，欢迎。然后现在听说夏天像萤火虫也不错哈，哦，现在萤火虫很壮观的，都有在保育，然后下次再去顶笨仔玩。
好，秀玉你好，你好，班长你好，今天要麻烦你了。对啊，欢迎我们来到阿里山这边的二岩坪山，因为这条步道是非常有名，而且很方便的，就直接车就开到公路就停，然后直接上来这边就有凉亭哈。对，我们的步道长度哈大概在1.2公里左右，它的那海拔高度在落差大概在300公尺，缓坡、上坡其实都蛮好走的。我们这边啊，如果说有云海的时候、夕阳的时候，基本上你看到每个步道上面哈，我们这个是那个什么千万公路。因为可能每个地方都看到很多的摄影机在那边拍摄，在那边照相。哦，对，所以叫千万。可能很多每个人的摄影器材都是好几，都是好几十万啊，可能有上百台的摄影机啊，照相机在那边拍摄的。就是摄影机很多，所以加一加可能都上千万的了哈。哦，所以这条叫千万公路哈，的步道这样子。哇，因为沿途景观都很棒了哈。它特别是哈，因为地形的关系，这里是从下面出口的地方平地哦。到这个整个二岩坪山，它地形整个陡起，所以这里只要稍微气候有一点变化，就很容易云雾缭绕。所以这里为什么可以说是阿里山地区最漂亮、看夕阳云海的地方？一年365天啊，至少300天这里都会看得到云雾，像现在就有。哦，现在已经有云雾飘上来了，不过云雾太多，有时候景就被遮住了。对啊，它变化很快。没关系，我们随缘，我们靠老天吃饭，老天给我们什么景就拍什么景，有云海就。云海没有云海就拍云雾，云开雾散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拍到辽阔的视野。好，那我就带你走了啊。今天天气有一点凉啊，不过爬山刚刚好，这样的天气走起来哦，也没有太流太多汗了哈，走起来很舒服的。哎，所以我们现在走前面这一段哈，两旁都是竹子哈。对啊，这是我们这边当地的一些特色哈的那个竹子哈。较高竹哦，较高竹，因为我们在北部常吃到就是桂竹，那这边是较高竹，对，所以口感又不太一样哦。对，我们这边海拔比较高，所以笋子吃起来比桂竹来讲哦，我们说一看搞嫩，比较厚点，像我们冬天啊比较寒冷，衣服穿的比较多，所以竹笋。吃起来的口感就会比较扎实，比较厚实。那它跟桂竹长得很像，可是它的海拔比较高。它是我们台湾原生种的竹子。早期的时候，人家说抬轿子有没有？新娘子抬轿，好，根丢哈，较高竹这样。哦，就用这个来当那个抬轿子的那一根杆子，它的韧性比较好。哦，这样子。对。那一般来讲的话，我们大概每年的5月份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较高竹的产季。所以你只要在那个时间来到阿里山去的话，你可能都会闻到哈，那个很就是浓浓的那个笋香，它有一点甜甜的那个玉米的那个味道。五月份来阿里山区就吃新鲜的，对。那如果说过了季节，我们就可以吃那个汤笋，啊、或者说小包装的，小经济包的笋包都很方便。竹笋很健康啦，很新鲜美味，纤维质又高。那我们走这个二岩坪山步道，第一段就是竹林景观步道。较高笋似乎是阿里山地区的特产。我们探访过的顶笨仔、顶湖、峰山几个聚落都是较高笋的产地。春天的清新山林里，云雾空气中弥漫着笋香，那是嗅觉的美妙体验。虽然不是产季，走过这片摇曳的竹林，对于这种既有气质又有生产力的植物，实在非常欣赏。而这段路值得欣赏的植物还真不少。到旁边落英缤纷啊，捡起这个紫色的小花，发现其实是这一棵树的。这是我们阿里山哦，这个季节常常可以看到的曲茎马兰。曲茎马兰，对，它的那个茎哈的部分哦，就像我们阿里山的那个森林铁道一样，是之字形的，跟我们平地的马兰啊、大青做那个染料的，是同样都是爵床科的。嗯，然后我们早期山区的话，也有人拿这个曲茎马兰来做那个蓝色的那个染料。那跟一般我们做大茎蓝染那种一不一样？它做起来的颜色其实都是蓝色的，可是染出来的颜色没有那么深。山区有人在用啊，没有那么多，没有像大青的那么样的普。哦，所以主要染布的话是用大茎为主，对对，比较多。哇，所以它的花好像跟大茎好像颜色上还蛮类似的，它比较浅一点，比较浅，好，淡紫色的小花，开整束也是很漂亮哦。所以刚刚讲到说曲茎哈，这样看一下，哎，真的呢，
好像走这个，像我们的阿里山森林铁道这样之字形前进这样的感觉，就是这样弯弯这样之字形的这样，哦，所以叫曲茎马兰，冬天开花还蛮好看的，它的花型看起来有点像喇叭，喇叭筒状的小花这样，这样看起来有点像凤仙花，凤仙，嗯。大金和曲茎马兰现在都从食用的染料植物变成山径旁的观赏植物，秀气的淡紫色小花，不知道当年用它做染料能不能染出这种雅致的颜色。虽然它的曲茎好像刻意和阿里山铁道呼应，但台湾中南部中低海拔山区都能见到它的身影，大概只有阿里山人才会拿铁道来形容它的曲茎吧。步道旁植物形形色色，有些植物只有阿里山人才懂得欣赏。很特别的花在哪里啊？哎，这边哈，这边嘿，哎，紫色，这个是花，这看起来不太像花的感觉。因为这种植物的花，它是从茎部哈，底部哈，它长出来。那这种植物的名称也很特殊，它叫薄叶蜘蛛爆蛋。蜘蛛爆蛋我听过，可是它的花我还真的没看过，因为我觉得它长的位置真的很特别。一般花都是好像长在比较上面哈。对呀，对呀。它是从底部冒出来。所以它的造型我觉得蛮奇特的，啊，所以很多人都觉得，它这植物名称叫蜘蛛爆蛋，为什么叫蜘蛛爆蛋？其实是从花而来，有一点像蜘蛛哈，八爪的帝都哈，在生蛋的时候，你看它的蛋也是抱着蛋这样。哦，对，它打开以后这样裂开有八瓣这样子，就像蜘蛛这样的脚，然后几根脚，紫色的，边边黄黄的哈。对呀，我觉得这种感觉。有点像在东南亚那种湿花的那种感觉啊，哦，这个造型好奇特。而且这种植物哈，哦，来讲哦，这种植物在山区它有特别的意义，因为早期我们山区在包肉粽，大部分就是用这种叶子在包我们的肉粽。哦，包肉粽啊，包肉粽，所以我们还有俗称它叫做藏油啊。藏油啊，哎啊，还有另外一个比较特殊的名称，叫做山猪耳朵。山猪耳，不过这包粽子应该是可以想象的。你看这叶子很宽很长啊，包粽子应该没问题。有些那个竹子的叶子都可以包了哈。对啊，啊，它这个更好啊，因为它你看它很长哈，很宽。那我们把它摘回去了以后哈，先用洗一洗，以后用滚热的开水烫过，然后就可以包了。那像这种叶子包肉粽啊，会不会有特别的香味？有，所以我们这里山区也有一种特产叫山猪耳朵肉粽。哦，山猪耳肉粽，刷丁稀，霸掌稀，霸掌哦。哎，这蛮特别的哈。阿里山区好像这个山猪耳特别多哈，特别多，因为它的生长环境哈，路边也好，石头上也好，它都可以生长的，它还蛮多的，有的山哇，整片都是，因为早期这里不方便哈，交通不方便，那我们这里包肉粽还供给嘛，很足功夫嘞，这种山猪耳肉粽的叶子哈，是在包肉粽，它还有甜的粽啊，地掌，哎，地掌，哎，地掌用竹叶。哦，把它分开。哦，第一掌是用竹叶，然后肉粽就用山竹来包，这样子。哦，所以在早期先民啊，就常利用这种来包粽子，差不多就是用这种。哦，所以它这以前早期利用是蛮多的。所以我们这里有的俗称叫藏油啊，藏油啊，还是山丁山猪耳朵这样。昨天真的蛮特别，看到这个山猪耳蜘蛛爆蛋开花。对呀。蜘蛛爆蛋是百合科植物，名字有一种古怪的可爱，花看起来也是像个喜欢做怪异装扮的小美女。台湾有几种原生的蜘蛛爆蛋，但一般是栽培种耐阴的观叶植物。不知道是不是这样，很有特色的花却深藏根部，不抢叶片的风采。阿里山几个山村聚落的村民利用的也是它的叶子。这些汉人聚落早年务农，最近几年了解自己家乡的人文和生态资源，一个个都成了生态观察文史专家，也让更多人有机会认识阿里山的生态和山村农家生活。哦，看到茶园了，一大片了，好漂亮哦。
这段步道都是崭新的这个木栈道，它是架高的，所以走起来很舒服，很好走。那现在走到这个地方，我看到就是茶园的景观。除了茶园之外，我觉得最特别就是这种大石头砌起来的坡坎，你看每一颗都好大哦，砌得好整齐哦，像那个万里长城一样，一台一台，一层一层的哦。哇，秀宇这边的茶叶叶子都好大一朵，就是比较特殊哦，台湾比较少人种的佛手，佛手、啊、就是我们拜拜那个佛。佛的手，佛手，它是从福建永春那边传过来这边种的，好大一叶哦，佛手柑那种佛手一样。刘大哥，哦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边除了茶叶的叶子大，就是这佛坎，你看，这个差不多有两层楼啊。哦，这怎么叠上去的？哎，这还是要机器的哈，还是要挖土机哈。嗯啊，但是最主要这种佛坎，你不是随便把它叠一叠就好，因为整个石头它是，它的形状不一，大小不一，所以会叠这种巨石的佛坎的哈。嗯，那个挖土机的师傅啊，一般没有经，没有在山上也不是很多人会。那这种佛坎它的特性就是说，它的石头是一种生态工法哦，所以它是活的，会呼吸的。一般我们如果用水泥砌墙的话，它是死的。有的时候台湾有地震啊，有台风啊，水泥就容易整片倒嘛，或者是裂痕，后面承受不住压力被掏空啊。大哥，你说这是会呼吸，然后是活的，所以中间这一颗如果说地震不小心掉出来，它其他会再结合在一起这样子。对，因为它是有一点像胶钉哈，胶钉的施工方法，它每一颗它旁边的都会互相力量修筋了哈，我们台语讲修筋会抵消这种压力，因为都没有用到水泥啦或者是什么钢筋去固定它，就是用这样叠砌的，是可以说是乱中有序。其实你远看的话，其实是非常整齐的，非常整齐，叠得非常紧实，非常紧密。它因为是生态工法，现在都有一些空隙，所以我相信它的透水性也不错。它有一些生物啊、动物啊，也可以躲在里面。哇，很特别的一个巨石博坎呢、啊。胶钉器广泛运用在砌砖、叠石或木地板，主要是靠建材交互搭接，可以分担载重。看起来很粗犷的石头墙，包含的学问还不少。至于这些叶片超大的佛手茶，是福建名茶，据说做出来的茶特别耐冲泡，属于红茶系统，我们应该有机会尝尝它的味道。喝茶之前看看这片茶园，云雾阵阵，像轻纱一样温柔地拂过茶树，这茶要不好喝都难啊。好，到了，好凉亭了。那我们可以休息一下哈。休息一下。哇，这边景观也很棒哎哦。对，这边有一条公路这样弯弯曲曲的，很漂亮哎，很有特色这边。对啊，就是我们这边哈很有名的传说路。早期这边好像说居民逃到这个地方被土匪追，他们期待着黄金逃到这个地方，啊把黄金埋在这个地方。传说他们到现在没有找到，就是有个传说路，这个传说这样。不过我觉得现在看起来这个传说路是非常的有诗意，非常浪漫啊，弯弯曲曲，弯弯曲曲的。那旁边都是茶园，还有巨石的佛龛。咱们就接下来休息一下了。这沿途凉亭也是这里的一大特色啊，因为现在起雾哦，所以看不到视野，不然这边视野景观也是很棒的，这样比较有诗意啊。嗯，这边的雾气比较浓厚一点。这里如果不是雾天的话，除了云海可以看了、啊，其实它的视野可以只看到嘉南平原，整个嘉南平原。棒哦！我也曾经早上来这里，哇，那夜景也很漂亮。就是要多来几次，才能遇到这美丽的景色。二延平步道短短的，认真走来回不要一个小时，但是阿里山风景区管理处就是希望游客轻松点，别太认真，每隔一小段路就设了个凉亭，每个凉亭都歇歇腿，看看山，看看云，吐纳阿里山前山地区的清新空气，说不定在哪个云雾变幻的空隙，你可以顺着茶园和山峦的曲线一路看见山林平原和海洋。
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位于嘉义县番路乡处口村，民国90年七月成立，致力整合阿里山地区观光资源，建设登山步道等休闲设施，让国内外游客可以享受阿里山的自然人文风情。位于处口的游客暨行政中心，民国102年完工开放，户外景观规划及室内各项展示也都创新有趣，相当受游客欢迎。快到了，虽然是上坡，但走起来精神还是很好。加油加油，最后一段喽！加油！好，加油加油！最后一段了，在这里看到大家会很讶异的东西，现在看到车子，而且一排脚架已经在这 stand by 了，表示我们到了乐岩名山山顶这边了哦。他们都来这边等拍大景的啊，期待今天有大景。这边也是摄影的一个热点啊，我们去过很多地方哦，那个包含金龙山啊，或者是鳄鱼潭，都是摄影的热点。我们现在到这边才2点，就已经那么多脚架了，然后到了下午啊，夕阳的时候，我相信一定是更多了。非常漂亮啊，这边的景色啊，不管是欣赏云海啊、夕阳啊、看云瀑啊，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地点。嗯，那拍夜景呢？也不错。这样走一走鳄岩名山步道啊，真的蛮不错的，距离不会很长，落差还好，而且主要是都有这个木栈道，走起来其实蛮舒服。沿路都有很多座的凉亭，大家也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下，欣赏一下美景。对啊，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多运动，不要看到车子，下次大家都开车来了，因为这路其实蛮小条的，不太好开嘛。对啊，我觉得建议大家多来运动了，多接触大自然。走步道，这条路哦，一般我们都不建议直接开车上来，特别是假日的话哈，因为路小，中间会车哈，又陡哈。对，那平常日就其实还好，因为有的摄影机场很重嘛，所以有些摄影大哥都已经在等待了。Hello， 等待了。嗨，你好，今天等多久了？3个小时。三个小时啊，那今天这样的情况对你们摄影来讲是怎么样？这个是白墙啊，就是全部都是雾气啊，我们在等等它那个冷一点，然后那个云层下降才会漂亮。对，你们叫这样子叫白墙？对对对，就是整片白。对，就像一面墙这样。因为我们拍夕阳，可能等到4点多看状况怎么样，因为这边晚上也有琉璃光了，下面看下去就是阿里山公路那个市区嘛，会有灯光，琉璃光还蛮漂亮的。现在2点多到4点多看看，或者云层或者这个降下来或散开这样，对，或者说再待久一点，等待这个琉璃光的，等到晚上。这边很多人在这边过夜的，在车上等到隔天呢。我们就等待一下好了，不管说大开，至少稍微开一点，拍一点云海的景啊，有机会。好了，那我们就一起等待了。我们都有凉亭嘛，等待吧。想要拍美美的照片，等待是基本功。偏偏我们行程紧凑，最缺基本功。去过那么多热门摄影点，很少等到过完美的光影。现在的通讯科技发达，很多摄友一等到好光影，马上通知山下的同好，半小时内都来得及赶上山。云雾中一栋梦幻小屋，那是今晚落脚的地方。我们先去认识认识。出了大景，电话都不必，几位苦命摄友大喊两声，我们同样马上到。看到这个紫色的鼠尾草哦，感觉好像跟我今天的穿着特别的搭配哦。你看，紫色的衣服，然后紫色的背包，配上这紫色的鼠尾草，蛮搭的哦。那这边的海拔是1250公尺左右，这边都是茶园的景观，走上来感觉像一个小花园，也有欧洲的风情哦。就像我们今天要住的民宿，
哇，你看，这是欧洲造型的房子哦，看起来非常的典雅，那也感觉很温馨哦。你看这个黄色光从里面这样透出来，很温暖。有一下气温还蛮低的。那这个民宿旁边有竹林，有茶园，尤其它的庭院里面种满了花，白色的花、红色的花、紫色的花，各式各样的花，非常的缤纷多彩。那除了花以外，其实我还发现一样东西，非常熟悉的。就是在那棵树上面长的好像鸡蛋一样的，这就是树番茄啊。因为我们之前有看过橘色，那现在是紫色，红红紫色的树番茄的风味蛮特别的，可以入菜也可以打果汁。那你看这阳台也有种很多花，所以真的蛮像这欧洲的感觉，所以在这个西岭地方也蛮有特色的。民宿主人朱先生家族在戏顶开垦历经五代100多年，当然这个屋子的历史没那么久，但还是透露出一种温暖笃定的气质，好像家族还会继续在这里生活个100多年。屋子里的住客来自四面八方，香港、新加坡，甚至还有从欧洲来的游客。欧洲人还说台湾的欧洲房子比欧洲的还更好，住起来更温暖。有机会我们还会好好看看这栋房子，不过我们这种摸鱼式的等待竟然也有收获。摄影同好通知大景要出来了，我们施施然安步当居，果然看到摄影同好越聚越多，千万步道的架势已经出现，而夕阳美景、变化的云霞，甚至琉璃光也都依序出现。白天看起来朴素的小聚落，因为云雾缭绕，将街灯和屋舍的灯光折射出有如玻璃器皿透光的色泽。这就是台湾摄影爱好者喜欢追逐的琉璃光。这样瑰丽绚烂的夜晚，住进温暖的小屋，不用说，一定是一夜好眠了。这吃饭前要先进房间啊，把那行李都放起来了。先住二楼，哦，你看圣诞树哎，在这个寒冷的冬天住的民宿，真的有回家的感觉，特别的温馨。运动了一天了，走了一天了，终于可以好好休息啊。那我相信呢，明天睡一个好觉起来的时候啊，坐在这边就可以欣赏外面的风景，所以可以休息啦，沉淀一下，放松心情，大概吃个晚餐，睡个好觉，明天起来各起几杯瓦凉了。林务局触口自然教育中心位于嘉义县番路乡新福村，距离嘉义市中心仅20分钟车程，是林务局扩展服务对象，以森林学等林业专业为基础，为一般游客、学校、机关团体提供户外教学、主题活动、专业研习、环境解说各方面服务。区内有树木银行、生态水稻、黄金级绿建筑，值得一访。其实也不算太早了，现在已经7点多了哦。本来今天早上是要来看日出的，那现在在民宿的顶楼哦，因为民宿的老板跟我说要看日出，不必爬到山顶上，在这个民宿的阳台就可以看到。所以我们今天5点多就起来，6点出来能看哦。但是老天不作美啊，整个戏顶浓雾笼罩啊。不过也有好处啦，就可以多睡一会，多休息一会。那现在已经7点多了，现在可以感觉哦，整个水汽、整个雾气，慢慢的有点下降，有点散开，所以可以看出戏顶整个山村小聚落非常的宁静哦。那因为这个地方过去都是务农哦，世代都是务农，那尤其是种茶，这已经有非常久的历史了。那我们现在从这个阳台看下去，可以看到很多的房子，周遭都有农田，还有一些竹林。一早起来可以听到公鸡的叫声，非常乡村的感觉。
觉。虽然现在阳光还没有出来，那整个薄雾还笼罩在这个小山城上面，不过这也是这边气候上的一大特色，不只是气候上的特色，也是景观上的特色。因为这样的云雾飘渺退散之间呢，会产生光影流动、云雾聚散的这种特殊的景致。那待会阳光都出来，我们再体验一下乡村的生活。幽静的竹林深处，一栋雅洁独立的小屋，这是多少人的梦想。真的拥有又太过费事，偶尔来这里住一晚，满足一下梦想也不错。清晨5点多，等不到的日出，早餐时大辣辣的登堂入室，为这份清爽营养的早餐添加了阳光和活力。如果是上班日，应该快快吃完，然后拎着公事包昂首阔步上班去。今天不急，在窗外的庭园花草陪伴下，啜饮咖啡，美好的山居清晨就该慢慢的悠晃了。来，麦长，对，那请来品尝一下我们自然农法做的红茶哈。哦，现在这个是红茶。对，红茶，对，这个制程是红茶的制程，做出来是这个红茶的香气跟滋味。哇，这颜色好漂亮哦，尤其在这个壶里面啊，艳红色的汤色，它那个颜色真的是红哎，而且这样发亮。自然农法去生产出来的茶呢，茶量是相对很少，不过做出来茶有特别的香气跟滋味。哦，这样子、哦，而且也对人体很健康很好。嗯，是。所以这个茶叶真的是色香味俱全哦，真的颜色真的是很漂亮哦。是艳红色的，嗯，有这红茶的香味，哇，舒服啊！因为这几天有寒流来哦，所以气温都很低啊。喝一个这热的红茶真的是好舒服哦，一个是这个暖意就从这个口就流到这个胃里面，全身都暖起来了。是，全身会暖起来。尤其我们现在坐在外面，又寒流又有来，嗯，相对温度低很多。哎，我昨天进这个民宿的感觉就是里面很温暖的，你这里面放暖气是不是？并没有放暖气的。怎么温差跟外面差那么大？当时有特别去设计说让它可以保温隔湿。哦，所以这样也比较能节能减碳。对对，是的。不过这样子设计算很好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我进去的感觉是感觉里面是有暖气的。哦，是是是，那很好了，你有这样的感觉很好。真的，因为我们就是要营造一个温馨的感觉。嗯，所以温馨之后就是你这边的花特别多，包含现在你看这个点心啊，这花都是你自己设计的，是不是？是是，我太太她很喜欢花，所以她就种了很多的花。嗯啊，那当然这个很费时间啊，所以我们还是有请人来照顾了。哦，自己没办法做那么多事了。那当然这个也需要一段时间去试验，说哪一种花种在什么位置，嗯啊，它的光照。还有它的水分，那这边因为气候适合，所以全年都有花。对啊，我觉得花是这边民宿的一大特色，因为这边周遭除了茶园，然后有竹林之外，在这个民宿庭园里面呢，各式各样的花，然后各种颜色的，是那包含像那个窗户前面呢、啊，阳台是前面都有花，很浪漫，所以在这整个茶园中呢，独树一格。一般女生哈，对美感、对色彩比较有 feel。那我们三生像我是学工科的，所以我是主要在结构方面哦，这房子的结构方面。你这本身学工的，对对对，哦，难怪这房子设计可以节能减碳就是这样子。哎，那前面你们还种了很多青菜的，那青菜是你们种的，是吧？对啊，那个是伯父种的啊，对。哇，这应该都是亲家边，因为大家都住在这边嘛。对对，我们这边就是我们家族的土地居住的地方，哦，对，所以那个。自己种菜自己吃，哇哦，比较健康啦。对，这样真的很好，自给自足啊。我们这边村民都很好客的，就欢迎大家都来山上走走，来这边住个民宿，走走登山步道，有蛮多景点的，哇，美好的一个假期。阿里山公路开通后，系顶人开始种茶，民宿主人朱先生被父母找回来帮忙，农忙之余关心社区发展。投入许多社区工作，越深入了解，他越觉得家乡的美好。除了开民宿，他还留下了老房子，见证系顶的古早岁月。接下来，我们还会在阿里山下看见另一个从传统中找到养分、开启新人生的故事。阿里山地区盛产的较高笋，又名石竹、石膏笋，被称为贵竹中的贵竹。竹茎坚韧且富弹性，早期被用来当窖杆，因此得名。笋中空有节，肉质肥厚，纤维柔软，与贵竹笋风味不同。新鲜较高笋可以炖、煮、炒、煨或烫熟后再调味，高鲜低热量，
相当符合现代人的健康需求，产期4到6月。3号中埔交流道，随即可以接上台18线阿里山公路，距离风景区还很远。路旁的植物景观和一般的台湾农村没有两样，但是在这里却有一座高科技的生产基地，连传统农业都不太看得上眼的作物，在这里简直就像晶圆厂里制作机体电路那样，被细心的大量生产出来。数量真的好多哦，这好办啦，都采收了。陈大哥，哎，那你今年几岁啊？哦，我75。75岁啊？对 对。哎呦，是因为都种木耳、吃木耳的关系吗？哎，对。哦，那这健康啊呢？哎，啊，你几岁就开始在种木耳？我30几岁。对啊，差不多种40年啊。哎，40多担。40多担啊？哦，我这边的厂房吼，规模足大的呢。这怎么哈？下一代啊，我们我迄阵仔时吼，是传统的开放式的，啊，即卖的少年的吼，弄电脑的设备都不一样了，它的水质也要过滤啦，还有空气也要过滤啦，啊，还有用那个电脑，这个老头脑啊，无效啊，哎，啊，伊教有少年呢，较有法度，安尼吼，不会啦，陈大哥种了40几年，那个经验的累积吼，可以让这个木耳种的现在看起来真的很漂亮。以前是开放式的，所以品质没有那么好控制。对，这黑木耳寒天哦，冬天会比较大。啊，这个是哈，也包子。这米生高，这是包，这个很好，萃取包子出来的东西哦，很好，对人体很好。这个是种在太空包，那这个从种下去啊，长到现在这样要多久？这个哈，我们这个是分了两段式，一段是在那个冷藏室里面养菌，啊，拿到这边来哈，这个太空拿不到这边来，20天就不会采收了。20天哦，对，哦，那蛮快的啊，20天就可以采收了哦。这个木耳种的真的是很漂亮，那九绿灰，哎，这边哈，你跟全省第一家，感觉就是很先进，然后很科技哦。那木耳按那口那台风这个品质很好，这个也形状了哈，它也新鲜度，真的很新鲜，很对，清脆的感觉。木耳嘛，只剩真菌的种嘛，菌类嘛，菌类，真菌嘛，都是真菌。我们那个小姐啊，力气很大哦，这个量很大，一天要采收多少啊？几千公斤的，几千公斤哦。对，你这样采一箱要多久？这样采？那么几分钟就可以了。几分钟就可以了。那你有没有吃过这里的黑木耳？好不好吃？好吃哦。你都怎么料理？是凉拌。凉拌。做凉拌。对。我觉得那你要移过来。好。好，看这个木耳大丰收，你看。哦，陈大哥，你几下紧啊？哦，这老紧哎，手加弄也加饭了吗？哎，加弄也加。又漂亮，而且长得又肥又嫩。我们用肉眼虽然是外行，看起来感觉就是种得很好，而且很美美啊。那陈大哥，哎，啊，你东西那还是被种这些木耳？对哦，我细汉的时候是好耍啦，啊，看迄个野生的吼，啊，伊有法木器出来，啊，木器出来，我就讲哦，啊，这好木器都足好个啊，哦，啊，我有发觉就讲吼，我阿嬷啦吼，迄阵啊，我喙齿疼，细汉喙齿疼，啊，伊就搬木器，啊，滚落就无我食，啊，食食就好，啊，我但我就只爱只爱好奇。我们在野外也常常会看到木偶，我们去爬山了，它会长在那个比较腐烂的那个木头上面，长出那黑黑的。对，这是木偶，黑的是鸭仙的嘛？对，鸭仙的嘛是在家，但是那地方较少嘛。我看到你是滚那乌藤啊，去给它吃啊。对，这也算配位。我们住在这里哈，都没有那个诊所都没有，要自己找野生的草药。感冒了，什么时候生病都要自己找那个草药来。
黑木耳最为人称道的是它含有高量的膳食纤维，可以促进肠胃蠕动。和很多菇类一样，它含有多糖体，可以增强免疫力。尤其陈大哥以纳米技术生产的木耳，是国内唯一通过 CAS 认证的木耳，安全美味，绝对没问题。这些柔软肥厚的木耳拿在手上已经心动不已，吃进肚子里一定更有满足感。木耳是食用真菌的一种，木耳科木耳属。一般人较为熟悉的食用木耳有黑木耳、毛木耳、奏木耳，而银耳则是属于银耳科银耳属食用真菌，两者的亲缘关系不算接近。最常见的食用木耳为黑木耳，广泛分布在全世界的温带和亚热带地区，喜爱寄生于阴湿腐朽的树干上，野外常见于秋季。那个，我遐是种迄木耳的吼，啊，这个所在是创啥？头一段，遐头一段就是讲原料啦吼，甲铸造、甲养菌，就是要做迄太空包的。哎，对。啊，原料是倒位去？原料这就是木屑，啊，即马经过搅拌的时啊吼，就爱用迄个米糠啊加玉米粉，吼，含迄个啊粉头甲断层盖。反正该是调整伊个皮个质，酸碱值嘛爱注意。哎，对，爱足注意。哦，啊，伊个水分，啊，水分伊拢自动调整。啊，你讲该杀菌哦？哎，爱杀菌，杀菌咧吼，人个拢爱十几点钟。嗯嗯。啊，咱个特别设计，四点钟就可以。哦，愈来愈专业。哎，对。一贯作业。设备吼，还有够。嗯嗯。了我多，啊，无伊个足贵个。哦。哎，即马杀菌了着。哎，加冷却。哦，冷却了后，哦，伫迄个25度以下才接种，哦，啊接种了后，用迄个对高机吼，那个提养菌素，还有遐养菌，啊经过了之后要干2个月，啊提迄个做培养场，啊培养场的时候，咱迄个就是讲安那呢，还有迄个设备，哦，这设备呢有够遐，啊。绝对袂使污染，所以讲咱是做有机的，吼，咱那是经过验证的，就是讲咱的 CS 验证有机，吼，加 ISO 拢。所以我们在市场或超市吃到一盒一盒这个木耳啊，感觉就是一点点，那很简单。其实这个是阿飞他们的，也是经过几十年的努力，那一直。改良嘛，哈，哎，对，才种出来这木耳，后面也是有一番的这个心血，所以这过程其实还蛮繁复的。我从原料啊到包装，再养菌，然后栽培管理，这是一贯作业，这都很辛苦哈。所以讲，即款即代变化哈，变化足大诶。第一点就讲哦，我也是哦，阮伫做的是传统市场，然后咧，那经过精致农业。啊，才有做科技农业，哦，科技农业就是讲哦，迄个小地主啦，吼，啊，大佃农，啊，都拢吼做做归人，啊，这样落去发展，啊，伊就用机械啦运作，哦，啊，落去栽培，才用这个农药一直煮，除了对人身体唔好，所以讲我这代已经哦老化，爱传落一代，啊，传落一代是要互因改进。就是讲创新改造副自然，哦，就是讲咱那呢吼，下摆咱的人，咱的有做消费者拢会当食到迄个要真好的物件，哦，啊，你的设备一定爱好，啊，不要那个副自然卖主农药，哦，大家人会当食到，哎，食到这个物件吼，大家身体才会健康，食到。健康的食品了哈，哎对，是吧？健康的蔬果了哈，哎对，因为阿伯他是非常先进的，就强调不断的创新啊，要科技的生物科技哈。而且我觉得阿伯他们最值得我们学习，就是阿伯他们这种
刻苦耐劳，然后非常的勤奋的那种精神，他对很多事情都是亲力亲为，像现在已经75岁了，刚买新套到开始走了哈，做到哎呀，我呢，所以这个身体才这么健康，而且也不断的在创新，所以种出来的产品的品质就非常的好，而且越来越好，那也健康。你讲后边这种墓穴哦，哎，对对，我这墓穴那量足大，那山哦，像那个山一样，那样一座一座山一样，这墓穴很大。堆成小山一样的墓穴都是要拿来做木耳太空包的原料，可见木耳农场的规模。进入厂房，陈大哥刚才说的控温控湿电脑控制设备就在眼前。据说木耳对环境的要求比一般菇类高，得有充足的氧气，适量的自然光，常保100%的湿度，它才能长得肥厚健康，富含胶质。这是民国89年陈大哥公子坚持投资的密闭式科技菇寮，全台第一座。刚开始没人看好，现在产品销售各地，连一辈子做农的陈大哥都忍不住说人脑不如电脑。不过老大哥说这话其实有点以儿子为傲的意思，他一点都不服老，开挖土机铲木穴开得下下叫。阿里山下的科技木耳农场里，一朵朵木耳长得鲜嫩诱人。顺着台18线公路爬升，云霞也在夕阳映照下朵朵动人。有健康的食材，绚丽多彩的景观，还有年轻人回乡打拼，为传统注入新生命的故事。无论人事物，阿里山公路串起的都是台湾最美丽的风景。